你说那 USB， 你确定你有检查过有插好吗？在屏在看上面。你说电力不够？对啊。不至于啊，你有接电，应该是有电。可是我的 PCIe 没插好之类的。还是你那个线没接好？它不是有一个接电源的？对啊。沙塔的那个电源。那个电源确定有电哈？我怎么知道有电？那他电一下，看看会不会电到。我看一下，有啊，有电啊。他接了硬碟，他接了控制盒跟那个 USB 啊，所以难道接还是有电？还是接太多了？应该不会吧？这样子。
它接了什么硬碟控制盒？硬碟，我的风扇控制盒啊，就是风扇控制盒说，说我风扇的电都是从那个接，可是应该也不会多少电啊，那个至少应该可以100瓦之类的吧？我不知道啊。刚好全力在风扇吃电。哦，也是说我的电源供应器电太少了。所以我同时在 CPU、GPU， 然后还有供应其他，都分散，是不是？哇塞！